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啊 demo 的编写。那我们会利用这个 Node.js 的 Express 库去运行我们 demo， 那利用 Webpack 来做 demo 构建工具。那由于我们这里是需要写一些 Express 的一些代码和 Webpack 的配置代码，那这些代码呢都不是我们这门课的重点，所以这份代码呢我们就之前写好，然后我来带着大家过一遍。那建议同学们在学习这节课的时候呢，去参考我们这样的一个教材，然后配合我们的视频去学习。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安装一些依赖，就是我们编写的 demo 是需要一些依赖包。那有哪些依赖包呢？我们打开这个 package 点 json 文件。那我们在这个 dev dependencies 这个项呢，下面去添加这些依赖包。那前面这些呢，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TypeScript Library Starter 初始化我们项目的时候呢，它自动会帮我们去放这些依赖。然后我们接下来是在这个依赖基础上去扩展我们编写 demo 所需要的依赖。那有哪些呢？比如说这 Webpack 大家可能都知道了，是我们这个打包构建工具。那 Webpack 这个 Dev Middleware 和这 Webpack Hot Middleware 它是两个 Express 的 Webpack 中间件。那 TS Loader 和 TS Link Loader 呢，是我们这个 Webpack 需要的 TypeScript 相关的 Loader。 那 Express 呢，就是我们的 Node.js 的一个服务端框架。那 Body Parser 呢，也是 Express 的中间件。好，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 Webpack 这个配置文件。那 Webpack 配置文件通常都会导出一个对象，这样一个对象。那对象下面呢，它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属性啊，比如说 Entry 啊、Output 啊、Module 和我们这个 Resolve 包括 Plugins。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ntry， 这 Entry 会稍微复杂一点，但是我们去设计这样的一个 Demo， 实际上因为我们未来会有多个章节，那我们每个不同章节呢，我们可能都会新建一个目录，那作为这个章节下的代码。所以说我们会在 Examples 目录下面去创建多个子目录。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不同章节的这个 demo 呢，去放在这个不同的子目录中。然后每个子目录下面它会有一个这个 app.ts， 那作为我们这个 demo 的一个入口文件。然后 entries 呢，实际上就是下面这个 entries， 它实际上就会收集我们多个目录这个入口文件。然后收集完之后呢，它在每个入口文件添加一个用于热更新的这个文件。然后 entries 呢是一个对象，那 key 为目录名。那这段代码呢，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然后它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上面说这样。demo 是放在这个 examples 目录下的。那整个 demo 呢，它的 webpack 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入口的一个配置。然后呢，它 output 是唯一的。那 output 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 entry 对应的 key， 然后生成它的 file name， 就不同的是 name。这个 name 呢，实际上这个名称呢，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目录名。然后这个 public path 呢，我们配置是这样的一个字符串。然后 module 下面呢，我们定义的一些 rules， 就是用了这个 TS Link Loader 和这个 TS Loader 分别对我们的 TypeScript 做 Link 的一个配置和一个我们的这个编译配置，就是我们 Webpack 下面我们需要这个 TS Loader 对我们这个 TypeScript 文件做转化， Loader 文件其实都是对这个文件做转化用的。 Resolve 呢，就是我们去默认去解析这些文件后缀名的时候，可能会默认尝试添加这种 ts.ts.txt.js 等等。那 plugins 呢，就是一个热更新文件，还有一个这个是派发这个错误的一个插件。这两个插件其实大家了解就行了。好，这就是 Webpack 配置。那这 Webpack 配置中，同学们重点去了解一下这个 entry， 它就是一个多入口的一个配置。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就是我们整个项目，就是我们运行这个 demo 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运行多个页面。就是我们是多页的，因为我们不同的文件夹都会有一个 index.html， 因为我们未来会有多个章节，我们每个章节 demo 呢就分散在不同的文件夹内，所以它是一个多页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好，那说完这个 Webpack 配置文件呢，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 server 文件，就是我们这个 server.js。 server.js 呢主要是通过这个 express 去起一个 server。然后呢，这里它是利用这个 Webpack 直接去 require Webpack， 然后做 Webpack 的一个编译，啊，把这个编译的结果呢作为我们这个 Webpack Dev Middleware 的一个参数。那这个呢就是 Express 中间件。那 Express 它的是一个中间件的一种设计机制，它的所有的 App， 这个 Express 返回的这个对象，它的 use 点 use 都使用一些中间件，包括它的这个 Webpack Dev Middleware， 这个 Webpack Hot Middleware 热更新的。然后包括它的一个 express static， 就是我们的静态资源目录，就当前这个文件它们的静态资源目录。
然后还有这个 body parser， 这个是主要用于解析这个发送过来的一些 request body 里面的数据的。然后这个 router 我们稍后再来看。然后下面就是通过 app.listener 启动这个 server， 然后它的 listener 这个端口是8080。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就比如说去运行一个 demo 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通过 npm run dev 的时候，它会本地起一个服务什么8080啊或者8081，其实就是在这里它就用这个 express 它的点 listen， express 对象的 listen 方法去监听这样的一个端口，然后相当于起了一个后台进程，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进程。这就是我们的 server 文件的一个简单介绍。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编写这个 demo 代码。那首先这个 example 目录下它的一个根文件就是我们这个 index.html。那这个文件下面呢，它还会引入一些全局的样式，比如说 global css， 这就是对我们简单定一些样式。然后在这里面这个文件下呢，我们创建一个列表，在这个文件做我们所有的 example 的一个入口，就所有的 demo 的入口。那这个入口下面我们会有一个列表，比如说我们这里啊，通过这个 A 链接然后令到这个 simple， 这样的话这个 simple 的话它就会找到这个目录下的 index， 然后就点击它，点击这个 A 链接的时候呢就会跳到这里面，跳这里面以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simple 目录下的一个 demo， 这是我们第四章啊，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source code 呢进行的这个 demo。 那这个 demo 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有一个 title 表示我们是一个 simple 的 example，这里面只有一个 script， 那这个 script 呢实际上就是去编写的点 simple.js， 实际上就引入我们这个 app.ts， 因为我们的 app.ts 呢它是作为入口文件编译，它这种编译后的结果呢，它的路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 public path 拼上我们这个 name.js，因为我们这个 name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文件目录的名字，所以说这个 build.js 呢就是我们最终这个 demo 的入口 js，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引入了这个 build simple.js， 然后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就会跑起来了。那在这里面这个入口文件，就是这个项目的 demo 的入口文件呢，就是简单的我们去引入了我们使用的这个 axios， 就是引入我们去开发这个 src 的 index， 这是我们库的入口文件嘛，它会导出这个 axios 对象，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就去 import 它，拿到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接着调用它的方法，这样的话就可以发送一次请求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example 的目录设计。这个设计呢实际上是你可以参考移植到你所有的任何写的库都可以这么去写，这个设计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运行一下它的一个结果，这里为什么能通过这个 npm run dev 啊？是因为我们在这个 package.json 呢，这里面我们去编写就添加一条 npm script。那这条 npm script 呢，实际上就是你都可以通过 npm run dev 的方式呢，然后去启动这样一个 server。那就相当于我们执行的这个 node example server.js， 实际上就是通过 node.js 去运行我们这段代码。运行这段代码的话，它就会起一个这样的一个 express 服务。好，然后我们来去运行一下。好，这里我们就开始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这个 localhost 8080，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代码，我们可以看一下网页源代码。那这个 index.html 呢，这个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个首页的 index.html， 然后它的标题呢就是我们这个 txaxios.examples，然后它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 H1 的一个标题，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列表，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demo 的一个列表。然后它的一个地址呢就是点进去就是杠 simple， 这个路由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定的这个 simple 目录。这里面就是通过 axios 去发送一个请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etwork，我们首先可以看它的一个 JS， 那 JS 呢实际上就请求这个 simple.js， 它呢是根据这个 webpack 打包后代码会比较长，不太好阅读，但实际上它的一个入口文件就是我们这个 app.ts， 然后这个入口文件呢实际上就是引入了这个 axios， 并且呢调用 axios 的方法。那通过这个方法呢，它实际上是干什么呢，它就是发送了一个请求，
然后我们可以看它发送这个请求呢，实际上就是发送这样一个 get 请求。然后 get 请求呢，它 URL 是 simple get， 然后服务端呢就会给它返回这个数据。那服务端为什么给它返回这个数据呢？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刚才没有说，我们这里呢就起了一个路由，就 express 起了一个路由，然后路由呢我们去代理这样的一个 get 接口，通过 router 点 get， 相当于我们服务端实现了这个刚 simple get 这样一个接口，这样的话你的客户端才能请求到它，否则的话就是404。如果说你这里，如果说同学们编写到这发现404的话，肯定是你没有写这个接口，或者是你请求这个接口地址跟它对不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是编写这样的一个接口路由，所以说它就可以请求到，请求到以后我们简单的给它返回了一个对象叫 Hello World， 那我们这里也可以去收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好，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demo。 但我们这里呢是实现这个简单请求的发送，但是现在会有一些问题。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们这个 demo 中我们使用这个 params， 那这个 params 呢我们实际上数据是没有用的，服务端也接收不到。正常的话它实际上会把这个 params 呢拼接到我们这个 URL 上，也就是我们请求的这个 URL 上会带上这个对应的参数，但我们这里是没有实现的。另外呢我们对这个 request body 的这个处理格式啊，请求的 headers 啊，这些也没有做处理。并且呢我们虽然从网络层面，就是我们在这里从网络层面接收到这个数据了，但是我们的代码层面呢是并没有去对这个响应数据处理。那么下面一章呢我们就来解决这些问题。